kailangan matala lang ka mapulat. Jabay-jabay. Mali-mali. Tiyan di dyan na ba dyan ror. Wala mo na na suliwalibat. Kusa ka porabarabay. 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现在我们的过年的假期也越来越接近了，要去上班了。在这里，我要祝大家这个拜个晚年，祝今年事事都如意。那我们同样的，在上个礼拜呢，我们邀请了很多的这个布农族的朋友呢，要来一起讲一讲布农族的故事。这个是我们每一年。 过年的时候就有的过年生番笑哈哈，那么今年现在是第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嘛哈，这一次又再邀请各位，那么在我们这个正式去讲故事之前呢，我还是要介绍我们现在来这里的来宾。哦哦哦 布农族就是声音，就是这样的完美啊！他们一有人出生后，奇怪，我们二十六、八十十二，我听的是十三种声音哈，所以是十三部啊！那现在我来介绍我们的所有的来宾，从我的这个左手边里面来开始，来，哎，乌里拉米和米藏的，还有很多肯尼亚麦多，穆斯库尼东哥里克，这是乌里克布农族布卡辛苦的古老布里。 我从事布农族文化团这个木族的这个戏剧方面也是兼任厨艺老师，我姓平，平老师，我的故乡是南投县新乡基督村卡社区的吉巴卡，大云大马皮马，乌里拉米和米藏，这个完全没有卡到呢，为什么可以自我介绍那么顺畅？他不是卡社。 哦，卡斯，他没有卡到了，好嘞，这个是哪一色？哎，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投这个卓社群的万峰，我是从事娱乐运动跟旅游的哈，如果有机会到南投来欢迎来电话这边0800没有哈，那自己去上网查询哈，谢谢，我们没事。 好，来，给木子，哦，来下一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欧阳振华，布农的名字的 Soli， 我是 Balida 的。Soli 的意思就是高大、英俊、聪明又谦虚。哇，老梗，这个好像布农族没有这个话呢。布农族很少高大。那个 Soli 啊，的英文叫做 I'm sorry， 就是抱歉，常常对别人抱歉。 那个，我还叫布农族最后的温柔，我是英文老师，但是最拿手就是布农族的话，掌声鼓励。哇，好，下一位。大家好，我来自南投县仁爱乡中正村，卓社祖前，大家都肉。我的名字原住民名字叫阿比斯，现在目前在台中，希望各位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笑话以后。 能够让我们的那个，能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跟你们一起来看我们这个节目，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公主，我们当中唯一的公主来了。是的，好，我们全球所有观众朋友们，哦，蛇年行大运，哦，大家好，打给后，雷猴，雷猴啊，农猴，小霞农，啊，我是呢。 来自于呢我们呢南投县的布农族，那我是布农族妈妈是少主，所以加起来叫做少部族，稍微有点不足啊。对，但是今天呢非常开心可以参加这个呢今天的我们的笑哈哈啊，好，谢谢。哎呀，上海话也行哈。好嘞，这样子这一位，不认，但是多多尼让伊们那干木那一身心马巴沙罗。 多多姆拉斯卡里，今天能够参加全球布农族高峰会议，这个是我上次也有参加布农族的这个奥运会，就是布农族的运动会，那真的今天很高兴，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当中，我们一起把力向下。
找回我们布农族从自己的土地文化啊，甚至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笑话，甚至一些值得让大家分享的。我从事森林银行的工作，我是亿万富翁，回忆的亿，忘记的忘。很难遗忘啊！好的，好的。再下一位，哎，看起来蛮熟的，你的面孔啊，面熟，有点像人。喂，加不加麦马布拉马沙鲁迪亚跟布努兰顿？哇，哎呀，台湾语。在这边跟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在未来的一年工作都能够顺利，事事都能够开心。谢谢大家。好嘞，来阿美族的女婿，好嘞。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女婿，阿美族的名字。阿美族名字叫嘎照，翻成国语叫高潮。其实我是布农族，布农族的名字叫不断，所以大家都可以只叫我高潮不断。因为你可以从脸上可以看得出来，我就是花莲人。谢谢大家，布尼朗有米上。哎，好嘞，下一位。我是在九族联合教会牧会的金牧师，金国宝牧师。九族联合教会为什么叫联合呢？因为里面有不同的宗教，很多教派都集中在一个礼拜堂一起来敬拜上帝。二方面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族群，各族群很优秀，很会唱歌跳舞的，或者是有艺术，会雕刻木刻石雕的，都会到那个地方从事文化的工作。欢迎全国的原住民朋友，不要等到每一年的727免费到九族文化村的时候才进来。有空的时候多多的捧场一下，带你的亲朋好友到九族文化村到那边好好的享受我们几千年来的里面的原住民的文物图腾跟文化，尤其是歌舞的表演。好，谢谢。哇，谢谢金牧师。因为金牧师要宣布，从现在开始哦，不是只有7月27免费，是天天免费。哎呀，哦，我们还是要奉献的，好嘞，还是要奉献哦。来，下一位来。你好，李尚，那不是给我的名字叫于永志，故乡是台东延平的布拉布，目前是在都会区。马斯纳巴马鲁斯布布伦都喊名啊！虽然我身高160公分，但是我们那个部落是标准身材。布林啊！哎呀，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其实来自全国的布农族，有南投的，有台东的，有花莲的，有高雄的哈。那实际上，就布农族有5个社群。那我们常以前呢，因为我那人是布农族的嘛。我们会以为布农族的话是都一样的，那都族群都是通的，就像我们说那北台湾、南台湾，这基本上有很多的是相通的，有语调不太一样，但是布农族好像这个差异比较大一点，比如说像那个血流血叫海南嘛，哦，海南啊，海南对，但是在别的地方这个别的群那个族社就。不能这样说哈，比如说我们来吃猪血汤，我们来喝海浪呢汤就不行的啊，因为在着色里面，海浪是月事嘛哈，就是女性的月事，所以这样的这个除了这样的之外呢，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你们对话了以后，哎，这个有误解啊，然后或者造成很多的纠纷的啊，我们现在就要来听你们的故事啊，来，谁？因为从小时候阿美族的开始啊，先发难。因为我们跟俊色、软色的那个有部分的语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是你，我们俊色是讲嘎鼠，这个软色是讲阿鼠，阿鼠是你或是狗啊。所以我们那个小孩子交流到那个俊色那个地方，他就讲了，哈，你们都是狗呢，哦。那个软色的很生气啊，那有什么了不？你们是gas一爆炸，你们全家死光光呢。我们小孩子以前哦，参加那个冬令会、夏令会啊，马眼的那边的那个单色的哦，他们也是这样，就是你就是阿叔啊，那我们阿叔就是狗哈。他说那个小姐说问说，哎，没啥阿叔，
我们说古代叫都督，就说国王那个地方不一样的说法。哦，不一啥数哦。光这个亚瑟群的称谓哈，就有一些大家在现代的年轻人就有一些疑虑了。比如说俊色群，哎，就 is 布布棍，要不然就是布布棍。对。可是软色就。打给班乱，那当然我们会讲的比较快，打给班乱。可是他们就说，为什么要打给班乱？因为打给另外一个单词把拉出来的话，就是、便便啊，便便啊。那为什么要叫我们大便乱这样？还有更糟的呢，就是你是住在哪里？打给伊莎。告诉我，就是你是在大便小便踢出的哪里的地方？打给伊莎。告诉专门记这种的，头哥，对，就是我语言学，语言学，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阿叔，阿叔，阿叔是花莲叔说你嘛，我们台东俊色群叫狗嘛，他是有典故的，哎呦，就这样子哦，以前哦，老祖先那个年代哦，就有一个年轻人在部落，很喜欢为非作歹，欺负人啊，结果他就把老人，哎，他就被部落的人赶走。过了几十年了，这人家就部落在聊天，哎，有一只狗进来了，然后呢，老人家在聊天，哎，那个狗会对话，会接话呢，哎，奇怪，这个狗怎么会接话？啊，树，哦，原来是你啊，树，啊树，原来是你啊，树就是你，那这有点有加一个啊了，啊啊树。是你的意思，原来是你听那个声音。所以你讲的真的很有学问，跟你的长相没什么关系。在我们竹社这里哈，那么我是在我们的老人家，啊，老人家是假设我以前不论是一家人，不论是一家人，但是我们不论一家人是从哪里开始分的，从玉山。啊，从玉山，哎，我的衣服玉山来啊，玉山啊，不是银行哦，不是，也不是高粱。他的爸爸名字叫母论，他的爸爸名字叫母论，母论，老大叫母棍，啊，老二叫那个那个什么卡瑟，啊，就是按照我们是最小的，我们着色排到第五个是最小的，哎，这个嘟嘟，以前讲话都一样。这是老人家跟我们讲的哈，老以前讲话都一样，结果有一他们要走出去的时候，我们要传话，啊，他们在对面的山，我们在这里，我们要传，阿叔到那边那个有经过回音嘛，啊，经过回音要经过那时候日本有飞机经过嘛，啊，要轰炸台湾的时候，到那边阿叔，哦，就那所以我们。着色跟俊色跟卡色跟软色音又不一样哦，这个部分哈，你们真是有学问啊。其实刚刚这个阿比哈，这个因为有这边要念对，要念要标准一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这个从事文化工作了哈，这个我们到底从哪里？这个史书记载是我们都是从软色那边分出来。我等一下嘛，年纪已经轮到你了，现在开始作战喽，不要冲动。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个，我们族群各社群的语言不一样，像刚刚那个伦敦有讲，哦，说这个我们讲肉是我们这个都是讲阿叔，阿叔，阿叔，但是我到罗纳的时候。弟弟，弟弟，我说，哎，还没把个狸猫弟弟，我说，哦，那么恐怖，你们弟弟都拿来吃的，啊，所以真的是很恐怖啊，啊，所以这个造成一些误会哈，还有我们讲干嘛，啊，鱼我们叫干，但是到俊色还要加重语气呢，一起干，但是我们一只好像是在排，在叫你走的一样，哎，一好像是有一点在排斥，所以打给嘟嘟的鱼叫干，我们这个都哎，这个都叫干，但是到俊色，对，叫一干好像是要用力，哦，要用力吃就对了，所以说像我们讲那个螃蟹有没有？你们怎么讲？嘎浪，嘎浪，阿美族也叫嘎浪，嘎浪，台湾族呢？没有，我们叫杠，杠，原来那是汉人教我们的。黑白晒的要黑嘎浪哦，就叫那个嘎浪，嘎浪，这个好，嘎浪，哎，这个，都
你说的好，不是你要这样凹吗？阿美族为什么叫阿美族？也是平地人取的，因为阿美族喜欢捕鱼吃生食，也是汉人说，哎，别塞假。阿美族，阿美族，哎，阿美族的阿美族，就是阿美族，名字有清楚，阿美族，哦，老板答，哦，原来是这样，阿美族，有典故的，有典故的。阿美族其实你以为他们很会捕鱼啊，还打鱼啊？其实他们跟海洋的一些生物是有互动的。他们去打鱼很容易把它捞起来，因为它的鱼叫什么？浮定，浮在海顶上面。浮定。那我们布农族哈，写阿美族去打鱼。我们背上长青苔，还没有捞到鱼，所以很细很细啊，就讲那个鱼叫伊斯干。那个泰雅族啊，他也不会抓鱼，但是他使命抓到以后，他就给他腌，那个腌的鱼叫他妈的棉了，他妈面。台湾族啊，这个台湾族啊，没有那个技能，但是他们会用那个植物打一打，会有起泡沫哈，啊，往下面流啊，下面流了以后，有人讲哦。你在读也要捡起呢，你去告我，哎，他们等于叫去告我，是不是？去告我，哎，终于让他讲话一下，让他讲出来，太智障，哎，一定要让弼马讲话，否则的话他会抗议。他一直踢我的脚。其实啊，我是听老人讲说哈，以前我们布农族啊，为什么他说叫打地啊？那个的传说就是哈，这个有传说的哈，就是以前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蜘蛛嘛，哦，它在两个洞里面哈，打地，哦，一个生男的，啊，一个生女的，啊，这个是染色体的发源地，屎壳郎，啊，对对对，所以真正的因就是被现在这五边这误导，应该叫 DAK Duck。大克伊萨卡树，哦，不是大克伊萨，不是这个，哦，对的，啊，这个是第二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布农族其实不是五大社群，六大社群，第一个社群就是被阿里山，蓝社群，哦，被同化了，真正的大哥是蓝社群哦，哇，所以你们的大哥是周族哦。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大哥叫什么？不棍，所以叫伊布不棍。哦。第三个叫什么？发蛋，就打给发蛋。哦。第四个叫做什么？哦，卡色曲嘛。哦，看巴嘎。哦，打巴嘎。哦，独鹿。哦，就是独鹿。哦，就是左色曲。其实左色曲跟左色曲是从卡色曲分出来的。你看，摩尼萨秀。维萨苏，哦，就是一个音调，哦，这个是差别在这里，哦，就是顶啊，但是最会改变的地方就是什么巨社群，为什么？我们的妈妈叫顶啊，那么吉娜，哎，就是在这边差别。爸爸呢？巨社群是属于南方文化，哦，我们是北方，哎呀，社群跟这个左社群是。总在分出来的，原来就是这样子。南部跟南部，还有南北战争，有人在研究。而且我们不是就在玉山山脉，不是呢？我们是从郑成功那前面那个年代。明朝的时候，郑成功是布农族的，不是？我们是从鹿港。我是鹿港，一直走，沿着浊水溪上游，然后我们在那里分，我们在阿长林啊。就是地利树里面的丹大林到那边，从那边分的。为什么？那个地方往那边就是花莲的一个蛋，再往南就是巨社，再往那个埔那个地方就是左社，中间原本不动就是卡社跟软社，所以隔着一条溪。哦，原来布农族，这五段是这样子的。布农族应该是那个平埔族的哦，那个跟喜拉雅有关系嘛？这个还是我要补充一下他的那个，对对对，在荷兰跟法国的以前更早的研究哈，真正有人他们研究说布农族登陆是在那个台南，哦，到那个地方刚好是三四月，哎，这个地方怎么都没有公的水路，哦，或者这样，因为那个公的水路哈，因为长那个鹿茸，都躲在那个山边哈。被风吹才不会被那个泥鳅苍蝇都吹到。哦，这个什么地方？哦，马苏丹纳啊，就是台南哦。然后到那边的时候，我他是挨到萨鲁苏啊，就是挨黑人，水便在我们的炎帝姆达基啊。那我们就
打开那个地表示这个地不冷了，人家做记号不干净，我就往上，我到吉吉那个地方，这什么地方？马苏吉吉。啊，马苏吉吉，哦，就是哦，才叫做吉吉。我们的话，马苏吉吉就是吉吉没有了。啊、台湾族的话，哎、欸，这个我简单慢慢我简单的补充啊，简单。刚刚这位这个兵马哈，对，文化工作者兵马教授，对，真的，因为我们都有学问，我现在是很严肃的在讲，我们完全看不出来，在汉朝时期，跟那个一点都关没有关系，我是说南投休息站他的那个有一个罗马平乱，这个那是南投取那个补论取的，那是什么意思？土牛县，土牛啊，罗马。对，哇，这个完全我不清楚。我告诉你，老蒙啊，就是以前郑成功那个时代，都是跟我们南投的那个勇士，从那个玉山，哦，就是鹿皮啦，什么野兽东西，在这个老蒙啊，就是个这个叫贸易区，哇，交易的地方，交易的地方，交易的地方，以前就在那边交易。还好我们布农族的这个的耆老他说。真的要攻打下面很简单，因为我们部落主是不会随便惹的，哦，我们是非常很稳健的，除非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才会出草。对，就出草，哎，好，就是这个问题。哎，我补充一下哈，好的，他们讲的都是远古时代，我讲民国年代的。民国，拉回来，民国，是这样子，因为我补充一下我们的那个文化工作者哈，他说我们布农族目前就是五个方言群嘛，啊，现在就有一个出现一个问题，让我们台东哈是。原则上就是郡社群嘛，嗯，一时不服滚，嗯，那软社群叫打乱，哦，我的学妹她要考主语认证，嗯，她姓王，嗯，姓王我们台东叫打乱，嗯，就到最后考不上，她很聪明啊，嗯，结果那个她哥哥就问她说，你怎么会考不上？因为她报软社群，嗯，就考不上，因为她以为说软社群她王家叫打乱嘛，结果她报的是软社群，当然考不上啊，我们是五不滚啊，男孩就应该要报郡社，但是他是王家是打乱，啊，软社群的发言其实打乱就考不上啊，对，你那个王姓王都是五不滚的，没有，我说王家我们台东姓王是打乱。但是方言群是软色群是打板乱，是这样子，就这样报的。他报的是，他听是打板乱嘛，啊，他也说是软色群，就是考不上啊。软色那个刘美哲要不要表达一下？印第安人，老师，我是想到，当时我阿公吼在美国的时候，印第安人，纳瓦合族Navajo。他刚当时那个 NASA 美国太空总署要，太空总署要送那个太空人到月球的时候，他刚好经过旁边，然后我在旁边，他问说这些人是干什么？他们要干嘛？那我就跟他讲说，他们要到上去月球送太空人去准备探索月球。结果瓦工就在跟我讲，就叫 just 什么什么 get 什么什么错误，哇，他的意思说，哎呀，这样危险。我送他们几个字，请他们带到那个月球给那个外星人看啊。结果阿公写了几个字，那个太空总署的很紧张，他赶快问部落的人说，哎，那是在亚利桑那州保留区啊。哎，我去过，就是去那边问说，哎，这什么意思？纳瓦合族什么意思？全部人族人都笑，都不要讲。结果那个纸，那张纸条，那的太空人带到 NASA 去喽。到那边以后呢？大家就问啊，太空总署在问了，到底里面写什么？那我的那个阿公就说，里面我写说哈，小心这些白人，他们会拿走你们的土地。我们那个少，我们少部族的哪里的哦？来，请来，他要抗议啊！少部族的，哎，讲到这个。清朝郑成功，哎，这个我就清朝，怎么又回到清朝？又回到清朝哦。哎，不能，哎，对，其实呢，这个呢，我讲比较现代的啦，我自己碰到的，因为我在乐坛表演。那乐坛的时候已经碰到了。你几个孩子了？乐坛的少族是第一批可以跟清朝做交易的啊，因为汉化比较早，对。但是我没有生在那个时代了哈，我是最近碰到。
刚好碰到这个大陆很多来嘛，很多人会来，那他们对我们的高山族啊，对我们原住民的文化非常的有兴趣，哦，那他们都叫我们高山族，那导游有时候教得好，他会叫原住民，哦，那我就在停车场，这是真的哦，哦，你们刚才讲很多都胡乱的，我知道了，好，就他过来，他说他看到我，他吓一跳，我穿正统的服装，哦，土著。哦，我真的，我想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水准，大陆不是都是这个很有水准吗？现在哈，然后我说啊，不是，我是原，我还没讲，他说哦，原著，哎，真的。后来呢，我下去唱歌，他们最喜欢听一首歌，叫做《阿里山的姑娘》。那我们就说，我们就是啊，我们就是原住民阿里山的姑娘。那刚好那一天，我们都是布农族的去唱。三个都很健壮，哎，真的。结果那个人家跟着我们一起，我说我们一起唱好不好啊？那个对他们就一起唱了。他们说阿里山的姑娘啊，这个他说什么？阿里山的姑娘壮如牛啊，美壮如牛哦。然后又看到刚好我们那个这个是赛德克的，在那边跳舞男生的。他说：“阿里山的少年手如钢。”哎呀，真的有点丢脸了。我以为会讲说阿里山的姑娘没有一个漂亮。不要不要，是是，郭老板，我们先喝茶，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先喝水，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就是你，因为有你，部落阿兰族。我是吴俊，我是林文。哇，这个蛇年一定还要祝福大家，蛇年行大运，什么都不奇怪，什么都找部落阿兰族。是的，啊，祝全国同胞啊，新年快乐，恭喜发财，你发财，我发财，大家一起发财呀，部落阿兰族。来自泰安乡的泰雅孩子艺农即将要飞往千里达去见分别13年的妈妈。到了千里达，艺农才知道在地球的这一边有这么多爱他的人。艺农还舍得回台湾吗？到外婆家放寒假，从2月18日起，每周一下午5点，在原视16频道。有一些故事你还没看见，有一种声音你未曾听见。原视16频道将推出原住民纪录片系列，原视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观察不同的生活现场，寻找原住民影像生命力。这个过年都会有原住民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他们生活的故事，有的很好笑，也有的是赚人家眼泪。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邀请的朋友是都是来自布农族的朋友。刚刚他们在讲各个这个5个社群很多的语言不太一样，也会造成误会。那么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将要继续要去跟大家分享这个在布农族地区所发生的很多的这个故事，比如说你们发音发的不标准的啦，或者是这个做兵的啦，或者是怎么样，都是可以去分享的。那么谁要来先？好像金木是这样子啊，我们都是布农族，但是他给嘟嘟要到布棍啊，真的是有很多话不同。比方说你怎么了，我跟你讲说马瓜饼嘎速度啊，但是到了软色情马瓜嘎速度啊，到了那个啊大吉巴卡
卡瑟波斯杜鲁瓜朱纳，瓜朱纳哦，瓜朱纳就是他给剪了那一点点瓜朱纳哦。比方说啊，卡瑟的到那个软色那边，你要去哪里？伊萨阿斯。啊，那个软色的就马上在地上一直找那个针，针线啊，到底针在哪里？那个针掉下来，伊萨阿斯，啊，伊萨阿斯，啊，我们软色说，问伊萨阿速度，啊，金色就讲说，问伊萨，问伊萨宾卡速度，哦，所以说还是有很多不相同，所以我们布农族。五个主题尽量沟通，好，谢谢。融合教会的牧师就会有这样子的好事，就是要融合了。对，融邦兵就是。不管是我们有五个社群哈，那语言不一样，然后大家下山了之后，对我来说，差不多是在大哥哥、大姐姐或是叔叔阿姨哈，他们开始学国语了，那很爱用成语。哦，那只要是成语就好，那不管用的妥不妥当，用了就好。那我们小时候在部落听也是很有学问呢。比如说现在，哎呀，这个到处都是佳肴哈。今天我当主人了哈，哎，欢迎大家来这边哈，请咎由自取哈。哎呀，请咎由自取，请咎由自取，对对，请咎由自取。而且还要讲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请咎由自取。要不然就是说，哎呀，我的叔叔啊，在台南买了房子，那我们去落成很开心啊，他也很开心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到台南来的话哈，我们的地方小了哈，可是也可以大家随便挤一挤，找个地方啊。他就一定要讲中文哎，一定要讲成语。很高兴哦，如果你们到台南哈，也欢迎到这边哦，五地自容哈，五地自容。这个我再补一个哈，我再补一个哈，就是我们那边有个就是到平地去哈去工作，下班回来喝有一定会喝酒嘛，喝完酒以后可能被平地的年轻人看到了被打，就可能口角打架打来打来。结果那个我们的原住民，我们那一群人去报案，那个警察就问他，他也是很想讲那个，很想要表现说他也会讲那个文言文，就对了。那警察就问他，你为什么被打？我怎么知道他们叫不分香皂肥皂酱打我？不，原来是不分青红皂白啊！黑皂，讲不容易。他只要想到皂啊，所以这个哈，真的语言的误会哈。所以我刚呼应一下我们伦敦跟那个语言哈，这个不要乱用。但是像我的阿姨嫁给外省人。哇，所以他特别想要讲一些哈成语之类的，就他我那个姨丈带他到合欢山，看到天气不是这样，会变化无常嘛，结果他讲说，哎，老公，这边的天气常常被换掉呢，啊，很有学问，对，有，然后还有这个，然后后来这个我。姨丈哈，这个他是比较外省人客气，脾气嘛，有一天跟我阿姨又吵架了，啊，都不相让，就我阿姨哈突然，你不要这样了，你一直这样逼逼多人，本来应该是咄咄逼人嘛，啊，你不要一直逼逼多人嘛，逼逼多人是逼逼多人，对，你每次都这样斤斤角角，好，有一次他去大陆，这个那个我阿姨就想说多学一些成语哈。然后他自己看字典，然后我姨丈就跟他讲说，你比较早起哈，你早上叫起来，就阿姨到四点钟哦，我阿姨说，哎，老公，你的时辰已到哦，我就那个姨丈跳起来，我也是牛头马面了，怎么时辰已到，就飞到大陆去，就这样嘛，喝了酒这样哈，然后我阿姨又跳出来了，各位大神大伯。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举杯同归于尽吧。对，讲到这个哈，以前的那些村长啊，像我叔叔当村长，布农族的那个乌跟鱼很难发音啊。以前民国68、69年，
元旦，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念国中，然后村长他一定要说话，然后那个时候还很严格，有没有？广播？不是，一个晚会，然后村长要讲话，然后他一定要讲，因为今天是中华民国的元旦了，完蛋啊，是他哪一版的文化？因为那个玉啊。元旦跟完蛋的发不出来，那他说中华民国的元旦了，我们很高兴，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完蛋了，很高兴在这个地方晚会。哇，他捏把冷汗。你要说我们布农族是原住民的口音不对，连我们的大陆同胞的人也是一样。以前我们的行政院长口音最让人家听不懂的是谁？余国华。是余国华。有一次他到南部去，南部最会抗议的那个啊，抗议的，他比较先亲切的跟那个南部的大家好，他跟他讲，去代表是怎样，国发阿姑家阿姑家鸡这样，结果荧幕打出来是国华爱国家爱国旗，被人家丢鸡蛋啊！不可能，那个院长怎么会被丢鸡蛋？别乱讲。原来不是我们布农族乌跟那个鱼发不出来，他也发不出来。哦，那不能怪我。他是港人嘛，是港人，是港人。这个好，这个真棒。但是有一次，我们一群布农的代表到那个到大陆去玩，高级的餐厅酒店，哇，那高级的不得了，女孩子都穿那个高叉的那种，哎呀，腿都长得跟长江一样。他们结束了，酒酣耳热，那个是高档的那个餐厅。他们一走出去，电梯一排人哈，在那边，女孩子啊等等，哎，都是用英文的。嘿，坐电梯，我们在跟他们讲说 ，Hi, so you're going down, going down。哇，布农族的代表全部说 ，Go, go in down, go in down。我明白，够淫荡哦，那这个肯定布农族不会讲那么深的话吧？你要讲外省了，我们今天好像都在讲外省。其实哈，我们对这个打给嘟噜也好，南投的哈，我们里面讲的话，我们就会有时候很兴奋，有时候不能控制。我在大学的时候去南投，哎，帮忙一个女孩子家里打那个梅子啊，她在树上。打梅子，因为你有追过南投的人，别告诉别人哈。打梅子就他在上面，我已经很累了。他说：“马来我伊那，哎，我吓一跳。我们台东说马来我伊那，就是马苏布鲁，就是很累。很累哦。然后隔天呢，我们参加礼拜哦，我们要到双龙哦，到双龙教会要过那个吊桥。吊桥你们怎么讲？阿蛋，阿蛋，哦，石头呢？”啊，石头。因为那个路线我们那个小石头呢，小石头巴杜是大石头，大石头哦。所以那个我说那个双龙怎么走？有一个老人说，没事，先你等都嘎达进公路上，东路首先，但是都嘎达进，哇，那边就这样，南方讲那一部，我觉得吓一跳，真的，这个很难翻译啊，不是，你有一点讲的太标准了，我看你要自己翻，因为这个很难打字，很难打字，这个我跟你讲哦，对啊，不过真的。真的是他刚刚讲的那个，真的是。其实像你们是没有当过兵的，好，你来当兵吗？哎，我还是狱官呢。哎，我要讲那个当兵的哈。我先给他们机会了。哎，那个当兵，我那时候在金门，金门以前驻守有一个叫151师，叫1151师，还有一个叫127师，叫1200师。哎，结果有个士官长就问我，这个士官长哈，他的口音很重。而且他讲话的那个，因为他很多马脸嘛，看起来哎呦很凶啊，讲话其实他不是，他就问话，哎，他就问我了，你要两拐呢还是要不要死啊你啊？他的意思你是要两拐师的还是1511师的？哦，我吓了一跳，你他哎呦，我差一点喷那个了，哎，对，消音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呢？后来经过翻译说，哦，你是1514呢还是1200师的？哎，你看真的是差点误会了。讲到这个当兵，我们原住民真的是比较吃一点亏啦。对，我们在入伍的时候，我跟一个排湾组啊，参加那个陆军官校的那个入伍，这样三军官校一起的入伍，然后有一个课程叫伪装啊，这个对对知道伪装这样，好，开始下达科目之后，伪装开始。结果我跟那个排班组的还没开始啊，就被叫过来，你们两个过来，怎么样？
叫你们伪装，不是弄脏。我们还没开始伪装，本来就是长这个样子啊。太离谱了啦！我记得在72年当兵啊，就知道我504班了嘛啊。我那时候在太平了，我不晓得什么叫天兵。那时候一起当兵的嘛，连长就说要出公差，谁会刷油漆的？哇，他举手了。过了几天，谁会弄水泥？就是弄水泥的，还有举手。过了几天，谁会弄纱窗的？又是他举手。哎呀，真的很厉害呢。又过了几天，谁会杀猪的？中午，谁会杀猪的？他又举手，还没煮的，他又举手。他说他会杀猪，因为哎，很高兴我们要加菜，晚上要加菜嘛。哎，他真的去杀猪了。中午就听到啊，哎，那个猪啊被杀。叫了一直叫，哎，晚餐要吃饭，哎，吃晚餐呢、啊，哎，奇怪，怎么没有加餐，没有猪肉，还听到那个猪一直在叫，啊，这样子，到了晚上10点就寝了，还是听到那个猪一直叫，天兵不会杀猪随便出公差，还一直叫，到了就是一直这样一直叫，天兵，他们有那习惯就是，海鲜。哦，海鲜，继续，海鲜，让它慢慢吃。我一个住软山的，不能煮。对，当兵的，当兵的。然后我们这个阿兵哥都会有那个阿兵哥的日志，他就反映，就是说中华民国的那个枪哦做的不好，太长了。副校长也很幽默哦，他就写是你们不能煮的身高太矮这样。然后后来只要是当兵的哈、哦。填布农族的就会，人家是发武器哦，我们布农族发卡片枪啊，刚好，可是那个住软山的还是很矮，结果呢，怎么办呢？就发手枪给他，他很开心的，终于扛枪了，终于有适合布农有困难了，他还以为那个是步枪哦，不是，他那个手枪也不能用，因为我们软山很多人我们不乱了、啊，通风啊，没办法扣住、啊，查不清气啊，那个扣扳机那个地方，他终于可以哟，改良的，我第一次看过手枪有枪背带的。哎呦，怎么自己讲自己不弄猪？哎，对啊，那个我要回去查一查到底是谁啊？那个是第四里的。哎，你的帽子相反了啦，帽子都歪了。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那个进城里每天早上要跑5000公尺，结果呢要集合连队嘛，要开始跑步，结果一个人举手说连长不舒服啊，说啊没关系，你休息啊，其他的带队跑5000公尺。第二天呢，两个又举手。我不舒服啊，说连长啊，班长带给他去卫生室这样子。第三天呢、啊，连长就说有没有不舒服的？两个、三个，哇，十几个，哇！连长说怎么办呢、啊？老是这样怎么办？好，不舒服的举手，将近20个。那连长就说好，排长，这个20个由你带队跑10000公尺。然后过了几天，有没有不舒服的？没有人不舒服。对，是这个我讲真正的笑话了。这个是因为我假的，我没有讲笑话，真正的笑话，场面搞冷了。对对，我没有讲笑话呢。那个，我对你讲完了以后，那个少主的姑娘要讲她以前男朋友的当兵的故事。就是因为刚好讲到说不舒服嘛哈。有一次哈，那时候我当教育班长啊。这个新兵训练，新兵都很紧张嘛。嗯。啊，没有人很就是想要有意见的时候很怕，就刚好跳炮操，然后就跳炮操。哎，什么任务报数嘛？炮手啊，副炮手，弹药手，我要上厕所。就那个班长说：“你啊，什么手？”然后再一次啊，不要要正经一点。任务报数，炮手，副炮手，弹药手。我要上厕所，原来是报告班长，我就要上厕所了。这个也是金城连的吗？金城连要上厕所，原来金城连的素质是这样的。大部分金城连都是原住民比较多，原住民，而且这样听来都是布农族呢。啊，对，没有，大部分阿美族比较多。伦敦，那个长官要讲话了，对，他知道。阿美族比较多，怎么讲呢？在以那个天兵最多的也是在金城连。金城连，因为也是阿美族吗？也是阿美族，是阿美族。像布农族，像有一次放假回去，有没有？
放下回去都是布农族。他一直在门口那边不走。你怎么哎？你怎么不回去？我不会坐车。他不会坐车。从那个门口要到车站，他不会坐车。结果真的连长派一个士官带他回去花莲。他到回去花莲后回来了以后，哎，怎么还没有回来？那也三天而已，他第六天才回来。啊，你为什么不回来呢？我还没有看到老婆这样的，没有看到老婆这样啊。结果说，那你为什么没有看到老婆？因为老婆不见了这样子。难怪要到。你们一直在讲阿美族，我跟你讲，下一次刚好是阿美族要讲，会讲。这样，我讲一个台湾族好了。哎，千万不要再把场面弄了，不会，真的，保证不会啊。台湾族不要乱讲英文，大部分都是多才多艺。你要如果跟他追一个女孩子，第一个笔不要给他，字都漂亮；第二个吉他不要给他。但是我一个台湾族的朋友，他是现在三地门经营餐厅，不要餐厅，不要讲他的名字。他刚好很会写字，但是字不会写。他传这字条给女孩子说，上面写“我爱你”，爱不会写，打叉。结果女孩子回信说：“好。”太离谱了吧！笑一笑，笑一下，要不要请小姐讲一下？对，意思说，哦，哎，真的是，我们这样，那个太冷了，超冷，所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缓和一下，有点台湾族的声音。触动心灵深处的守护，而我马秀莲恩是透过美食记录原味真情的旅人。再次欢迎大家啊，一起来听听啊，我们布农族在生活上所发生的一些故事啊。刚刚有提到了，就因为这个社群的关系啊不太一样，也有在当兵的这个所经历的一些故事啊，都蛮好笑的。不过现在呢，听说这个欧阳以前这个追女朋友后，有一套他自己的手法啊，非常的强。所以我们想要听听这个欧阳去看到小姐的时候是怎么去对话的，怎么去搭讪的了。好啊，来的啦，来的。欧阳，给你一次机会，那个我插你再等一下，好好解释一下。对，再好好解释。我给你修正哦，没关系，如果智商够的话听得懂。啊，其实我布农族的个性都是刚毅木讷，话不多，但是行动派。
也以前那个有一个女孩子说，哎，听说你们布农族哦鼻子大，那边就大。我很安静，低头。结果凌晨两点半，她在我的肩膀跟我说：“欧阳，真的呢。”啊，听说哈，你最近不是有到医院吗？打马赛克，医院诊断你什么知道吗？我偷看了，啊，猛爆性阳痿。所以哈，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在30年前哈，牧师要讲话了。要当兵的话是一个很荣耀的事，为国争光。啊，教会都会举办这个欢送会哈，让他进到当兵。啊，可是有一个没有牙齿的年轻人哈，啊，抽签抽好了，然后跟牧师讲说，我几月几号就要入伍了，要当兵了。啊，牧师说你是什么兵啊？啊，这位年轻人因为牙齿啊掉了两个门牙，我说啊，统统兵哦。哎，牧师哦啊，召集长老要开会说，明天礼拜天要庆祝，因为我们这个青年要当兵，要当总统兵嘛。哦哦，总统兵啊，总统兵啊，结果啊真的是当兵了以后。啊，然后他，我有休假回来，啊，人家讲说，哇，欢迎他又来了，我们教会要办桌啊，因为我们南的部落有一个总统兵，啊，然后问他，到底是你什么兵？啊，他说他在部队是做馒头的，啊，原来不是总统兵，原来是特种兵，啊，特种兵。对，特种兵到后来是到厨房做馒头的啊。不过以前当兵哈，也没有什么电话啦，手机一定要写信。那早期当兵的那些叔叔们哈，其实国字能够书写的也不多，但是还是要写。那我看过我叔叔的那个信，写给我婶婶，他就说，因为。我猜应该是要体能战绩了，他就说因为要比赛，所以我们每天都在那边保钓保钓。哦，翻成主语是可以的啊，就是蛋蛋蛋啊，就是蛋蛋蛋。可是他要写我们每天在那个操场跑掉跑掉。这个话说，哎，到金门了哈。哇，军人说话了，对吧？因为我那时候当营长，其实刚才讲金城连，我营里面就有金城连。哦，你也是金城连的连长。营长那是营长哈，对。哎，打麻将要当营长，不要当师长，因为会输嘛哈。这就是额外的哈，不要当师长，还要当营长。现在开始讲冷笑话嘛。连长不是更好？然后。在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回去，你们刚才讲进城很多原住民嘛，对不对哈？我们为了这个排解他的那种思绪，把他集中打篮球啊，或是杀猪，然后在那边吃饭，小型康乐。那营长一定要去，司令官来要做防务的这个，这个简报。因为当初我们那个海防啊是有狗屿湾、白沙湾，还有廖楼湾，我们中间有一个内洋湾。但是我讲太快了，我们的防线幼稚，这个白沙湾、狗屿湾，还有这个廖楼湾、纳鲁湾。那个总司令讲说：“哎呦，那个纳鲁湾的地名在哪里？”我马上解释，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金城里还有我们弟兄很多都是原住民，我们那个纳鲁湾就是大家一起玩，一起高兴这样，所以叫纳鲁湾。哎呦，那个司令官发奖金5000，这样，多厉害！高雄那个柴山啊，那个是特种兵嘛，然后那个地方很多的那些猕猴，还没有变成国家公园的时候啊。很多那些动保团体就说，经常看到那个猴子受伤，然后可是大家都很爱护这个猴子啊，那大家就开始怀疑里面的那些特种兵哈，你们是不是拿十字弓在打？那当然就说没有，我们是爱国的那个，我们也要保护动物。结果那个动物保护团体就拿了一支弓箭，后面写的 biu。
Leon，还写自己的名字呢 ，Leon。轮着我问你是哪一个军种？哎呦，空军，空军军歌会唱吗？你慢慢唱。不用，现在也忘记了啦。对，我教你唱。好，造飞机，造飞机，造飞机。原来是这样。海军军歌怎么唱？白浪滔滔，我不怕。荡起多。陆军军歌会不会唱？哥哥爸爸，这有改有改，这些都是经常改吗？这个，忍不住，因为我曾经哈，曾经有一个官兵哈，因为有时候他不会听，他不会念国语，哦，然后呢，他写信的时候哈，我就看，说哎，他是写哎，亲爱的阿兵，啊。我仿佛啊，盘如白云在线，哎呦，很汉化呢。你是冬天的棉被，我是夏天的冰淇淋，我非常的爱你。乌尼拉米侯米桑，哎呀，押韵呢。哎，你说，哎，你是那个明明是欧阳以前用过的。别，我说你什么毕业的？很抱歉，没有国小毕业。哎呀。布农族的那个高雄那边的六吗？是那个六吗？以前我们在太平营区啊，新兵训练了，很多不识字的那些人哈，那个啊，我们都有时候帮他们来写信，那个士官长有时候常常写，所以这个我可以知道了哈。那以前我在陆军官校当一官的时候，蛮有意思的，因为那个伙房啊，太多那个阿鼠，太多狗、猫，哦，那要怎么抓都没办法抓哈。我看了好几个原住民的，每次都被关紧闭啊，因为被欺负或者怎样啊，就是不守规矩啊。但是他们很想放假，或者打儿祭啊，还是那个丰年祭啊，我就想到一招啊，谁抓到这个，我是行政官嘛，谁抓到这个狗的就放两天，哦，抓猫的就一天，哦。刚刚抓的时候，大家都不管是原住民也好，汉人那个哈，都去抓，最后抓到的大部分都是布农族，哦，我有一个哈南投的啊，一次抓八只狗，他怎么抓的？刚好在篱笆那个地方，他看那个洞在那，他就用那阿胡木树，我八天，八只狗要几天？十六天要怎么放？哇！所以我以前碰到的原住民也有一套，他就用套脖子的。哦，那也有的是，那个用那个夹子的，哦，所以我很多气势哦在那个里面。哦，现在抓狗大队的都是抓用绳子弄脖子，原来是从这个地方学起来的。那篱笆不是都干嘛难呢？哪个孩子呢？哦，这个马耀好像有他当兵，马耀，好了，马耀，对，他当兵的时候是不是？你不要把我追你的事情告诉他们了。我听说以前马耀是兵变公主，哎呀，他可能是受害者哦。没有啦，我一直不敢讲话，因为那个欧阳兄刚才讲的那个，我打岔你那个有没有？女主角是我。所以不是台湾族嘛。所以欧阳，听说你这个鼻子是那个自行的。听说那个有一次欧阳带玛雅到那个海边，看到那个白沙那么美，他就在那边画了一圈，把他们画在中间。然后他说：“我对你的爱永远没有终点。”我停一下。然后玛雅怎么答复他？他说：“关键在我对你的爱没有起点。”比如说关松在好戏在后头，然后还没讲完，然后玛雅就讲说我已经名花有主了，对不起。然后欧阳说那我可以移花接木。后来那个玛雅送他一句话，不是我不愿意，是你的鼻子的长相让我不愿意。哎，各位，这样我下半生怎么过啊？那个时候，玛雅的阿姨终于说话了，因为玛雅的阿姨哦，也是那种很喜欢讲成语的那个时候，她就要唠那个成语，她说多少多，问世间情为何物，真叫人气死到底。她的姑妈讲一句话，回头是。
既然孔哥哦，真的讲出他以前跟玛雅的故事，我就全盘托出好了。刚好也是童哥在当兵的时候，他邀玛雅去海边的提防，两个人聊天，花前月下，天黑月黑风高。但是两个人讲好，玛雅布农族很保守。那两个讲好说，你只能摸肚脐。那个童尊庆虽然是很有心机的人，他说好。结果不过了半小时，玛雅跟童兄说，你摸的不是我肚脐。结果童兄说，没关系，那也不是我的手指头。旁边那个是你吗？对，最近很夯的哈，台东啊，有叫做会走路的树啊。对，那个成龙啊，对，那成龙啊，成龙竞拍啊。那有一个人，因为要到我们那边来，都要预约，也要打招呼啊。结果他有一个人啊，带摄影机、带照相机、带很多的器材，跑到那个会走路的那条路，因为弯来弯去也没有路标，这样哈，他走了两个小时都一直找不到什么叫做会走路的树。刚好碰到我们部落的人啊，他叫阿店，他说：“先生。”对不起，请问一下，到底会走路的树在哪里啊？那个年轻人呢，跟他说啊，已经走了，到上面。然后到上面之后，他就拿摄影机，竟然是在上面一直照，这到底是在哪里啊？看到一个老人啊，拿那个打马冬干哈，打马冬干那个身高在180公分以下啊，那个哈，他就砍那个桑葚树啊，要。喂养，他就砍那个桑葚树，然后抬起来，然后从马路那边一直在走。那个人说：“看到这是会走路的树。”没有看到脚印。对，没看到脚。那个老人说：“为什么走哦？”过一段时间呐，他又那个，不是，就是那个老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走哦？你到底要做什么？会走路的树在哪里？在下面。”又下去了。找不到。过一段时间啊，他跑到。他就是透过电话跟我讲说，我要到那个地方，然后偷偷的告诉我说，不要告诉别人，我上次哦，一直找这个会走路的树找不到哦，那没关系啦，我不会告诉别人。到现在这也是一个笑话啊，对那个老人家是180公分以下，对，不用主人那么高啊。我再讲一下，没有180，是180公分以下，136公分，背那个树就感觉在树走路。我们部落很多，因为我想说，我们中正村有一个190几公分的，真的有一个，真的打篮球的，孤家，国内有名的，国内有名的，其实布农族可能最高的吧。其实讲到中正村哈。我也有讲到一个，我以前的一个兵哈，那是我们在金城人在南部比赛哈，那是我们第一名。他的先决条件就是你不能有缺席的。刚好我们那个兵是中正村的哈，他爸爸过世以后啊，我们就采取他的意愿，就是说你要回去呢，还是为了我们的成绩哈，你就不要回去，等到这个结束再回去。他撑到最后啊，他真的很难过，但是我们拿了第一名。营长，我是营长哈，亲自开车送他到中正村。我看那时候我有个记忆，就是中正村有一条路稍微上坡，然后两边都是房子。对。我看到他是快到的时候是什么呢？他跪下来，然后用爬到家里面。哇，那是很感伤了。后来他们的那个兄弟姐妹看到，哇，营长亲自送来，也很感动。哇，特别烧几个菜啊，我们就在那个喝到最后，我也醉了。可能是我也是蛮难过的，因为人的事。但是我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是刚好是没有，那边没有位置可以睡，睡在他爸爸的那个大梯的旁边。哇，这样招待营长呢？那是最高境界了，就既然来了，就完完全全的来对这个往生者哈，一个尊敬，就跟他谈。还好我那个习惯没有跨脚。如果这个再回那边的话，老人家又要讲成语了。既来之则安全。成语。最近吼，那个我们大家都在去年还是前年，大家都在讲那个瘦肉精那件事情，对不对？大家都很怕，就不能再吃牛肉，也不能吃猪肉啊，什么什么全部都有。突然一个布农族的老人家讲，他说：“爸，什么啦？”这样，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吃肥肉就好了，然后还不是一样的，他以为是瘦肉出问题了，瘦肉不一样，对，他以为是瘦肉出问题，肥肉精。哎，讲到那个时候不是什么瘦肉精啊，然后就塑化剂，然后那个老人家就跟我讲说，我猜也是应该是这样，放在米酒跟放在啤酒的那个塑化剂一定很多。我说为什么喝了以后很会说话呢？乱七八糟说话，说话剂啊。那个阿美族很喜欢那个开封年祭啊，人家记者哎，你们什么时候什么剂啊？他说瘦肉剂，哎，或者是那个什么。你刚才讲的那个什么哎，塑化剂，哎，不是丰年剂，塑化剂哦，老人家口齿不清啊。我们布农族结婚庆典最大的一种就是说猪一定要到嘛，猪，猪，对，结婚也是要谈说要几只子，几只，几只，这个南部那边哈，南部或是东部的我们无论哈的猪比我们着色的还要多了，你们差不多体质啊，我们对最多六只了，啊，我们最多，我们有三十只的，对啊，因为你们是比较多猪啊，结果我们要娶你们南部的人的时候，你有一年我们很幸运娶到，为什么？刚好口蹄疫，一只250啊，250运费而已啊。加上一只残障，是现在也有人了，没有杀猪呢，杀羊的。讲到这个结婚哈，有一对老夫妻，那这个他老婆哈很哀怨，因为大概半年一年哈没有这个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功课了。结果有一天他的这个老婆哈想说想办法一定要勾引他哈，就特地跑去找事啊。买一件250块的睡衣，买三件，红色的、黄色的，还有这个，青色的，哦，就她老公在那边看报纸，大概差不多9点多要这个要上床了哈，要睡觉，就她老婆先穿青色的走过去，婀娜多姿，就她老公还是在那边看报纸，啊，可能青色对她没有兴趣，好，又换一件红色的，啊，一样又走过去。她老公还是这样，没有感觉。好，第三次干脆可能黄色哦，啊，因为黄色就是比较会激起人家的感觉。又走过去了，就她老公依然无动于衷啊，他就聊了起来，他说啊，就不穿了啦，又走过去这样，而且走得很慢啊，就她老公还是一样没有感觉，就她就很生气，我刚刚穿那么性感，你都没有感觉吗？有啊，我都有看到啊，但是最后一件那个哈，不要穿那么皱。没错，我讲那个结婚哦，最古老的以前那个结婚哈，应该是民国前八年呐。以前那个不是讲的是什么什么郑成功，因为以前的那个老人家，就是民国前八年，那不是法国老人家啊，很非常保守，非常保守，怎么样去传宗接代？我们上面的都不讲嘛，就顺其自然。好，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算是外公了哈。那时候因为以前结婚的，从小就给你定了，说你就是我的老婆。到了大的时候，好，那就入洞房了。哎，我那个外公说，哎，到底是哪里比较好？好，放在耳朵，哎，也不是；放在嘴巴也不是；放在鼻孔也不是；到放在肚脐呢也不是；到最后呢，放在哪里？哎，真的放中间啊，好舒服哦！对对对，好舒服。我们那乡不是有个叫清境农场吗？哦，清境农场，因为那些从缅甸撤退回来的那些老兵嘛，老兵啊，白为了要有后哈，都是大部分都娶原住民的那个。那个真的是讲是讲实在话，比较弱势的那一种，比较没有钱人过去的这样的，啊，有一对夫妻，啊，有一对夫妻，啊，他那个老公在上面赶那个羊，啊，那个老婆在下面赶那个羊，他那个老婆可能赶那个羊赶得太赶了，其中一只羊死掉了，他马上上去跟他老公讲，
老公，我下面痒死了，这样啊？这个版权所有。清朝，清朝时代的，对对对，继续改良版的，快结束了吗？可能改良版的了。那个外省人就讲说，早上有了，这现在还要好样这样子啊？那早上上有了，对对对，中午也用啊，早上用过了，现在还用啊？对对对，这样子，什么样啊？下面羊啊，公羊嘛，是吧？绵羊啊，下面的羊死了，下面的羊已经死了。对对对，羊了那边的。我们那边呢，最近不是说哎，下面羊死了，真的是香港腔。我很注意看到金牧师的表情，他一直在想，你们真的都有罪哦。要为我们祷告吗？对对。不过这个当年哈，这个部落开始这个跟外面的社会做接触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磨合了。比如说我有一个叔叔，他叫陈文庆，然后因为平常哈，到一些平地比较靠近我们部落的哈，随便杂货店你要吃饭，你要吃面，你要吃什么都可以随便你去吃。可是到了高雄大都会就比较专门了，牛肉面就吃牛肉面，你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他到高雄来找我，他就说他很想吃牛肉面。我说好啊，我想吃饭，所以你到对面去吃牛肉面，我吃饭。就我饭已经吃完了，他还坐在那个地方。我说你吃了没有啊？他们好像有点瞧不起我们哦。我说有吗？结果事情是这样子的，他一进来，那个店员就说：“先生，你好，你叫牛肉面哈？”“不是，我叫陈文庆。”好，那你请坐。然后他说奇怪，他怎么没有来招呼我？先生，叫牛肉面好不好？我才不要呢，我叫陈文清，为什么要叫牛肉面？然后这样就争执了半天。后来我过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了，说啊，他叫牛肉面，他还要跟我解释我为什么要叫牛肉面，我明明叫陈文清，为什么要叫牛肉面？这样啊，你叫牛肉面，好，就吃了。吃完之后，骑摩托车，哎，我来骑一下，我难得在高雄市骑摩托车，他载我，红灯右转，警察被逮到了，完了，先生，警察逮到我，被警察逮到，先生，红灯右转，哦，是哦，你的那个驾照，在桃园乡啊，啊，什么？哦，没有带来，驾照。也没有，也放在部落第四林这样。那你啊，你叫什么？他就看了我一下，然后就看到警察说：“我叫牛肉面。”我就马上跟警察做了一个解释之后，我跟他讲：“叔叔，你为什么开这么大的玩笑？你跟警察说你叫牛肉面。”你叫牛肉面的啊？我以为我到高雄一定要叫牛肉面，跟他讲误会大了。讲到这个抓这个交通这个违规的哈，这个可能在网络上也有这个小安全帽的事件嘛。哦，就是我们部落也是一个姓阿明星的哈，他老师就是他姓阿明星。有一次他准备要出门，就他的朋友也刚好骑回来，我说：“哎，阿星，那个前面的警察在查安全帽哦。”然后哦，好，知道，他就回到家里，然后又骑出去。警察的，哎，不要拦我！我早就把安全帽藏起来，你一直查安全帽干什么？那你们要抓安全帽？对，因为那个朋友跟那个警察在查安全帽，他回去把安全帽藏起来。他跟你不用查了，我早就把安全帽藏起来了。真的是因为语言上的不一样，解读不一样啊。我们那边有那个会险案很多嘛，啊，我们那边有一个就送。那个法官就问他，啊，你叫什么？他的名字叫何树娥就对了，啊，可能口音哦不大会讲。法官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我是我啊。你叫什么名字？我是我啊。他再问一次，你叫什么名字？我是我啊。是何树娥的口音，我是我啊。这样，哎，
好，这个法官，你讲法官，我们这边也有，哎，因为我们那边布农族真的是很可爱哈，我们那边的，啊，结果因为有阿美不是有一些人哈，就是等于诈骗他们拿那个钱当那个头嘛哈，结果就被跟人家背书就对了，后来抓到那个法院，这个我们这个亲戚啊，他很诚恳，那个法官就讲，你们这样做哈是替人家背书是有罪的，我知道啊，但是这么厚哈，你就撕一张来背就好了嘛，太多了吧，这样那个字啊，讲到那个贿选，那个不是有一群人被抓了嘛，然后他们的那些候选人就马上要保他们说，哎，刚刚警察跟我说你们承认你们贿选了，当然啊，我们很会选，所以你才能够当选啊。对，就像一个有一个布农族的，他去偷东西，然后被救到派出所嘛。嗯。哎，那个警察一看看，他有太太，又有女儿哦。哦，这样他就很跟他讲，他说：“你在这个偷那个东西的时候，你都没有想到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吗？”这样，他就讲说：“报告警察，天地良心。”我有想到，但是他那边卖的都是男生的裤子。还有讲英文的、哦，这个有一个长辈哈，早期不是有远洋吗？那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他们就会买村，有没有？然后是外国人讲英文的，那我那个长辈也不会讲英文，可是反正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他带了100块的美金，全部给完了，没有买到就回来了。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他骗我的钱。怎么说呢？我给他10块钱，他就说 OK， 他听成 OK， 就没有了。没有了吗？说 I don't， 再拿10块钱 ，OK， I don't， 再拿10块钱 ，OK， I don't， 100块全部给完了 ，OK。他说：“哇，这个人会骗我的钱，他就走了，这样。”这个电视哈，很多出了原住民在看，很多汉人哈跟中外国人都在看哦。他们特别讲一下布农族原住民的智慧。一个老人，哎呦，魏德胜在拍片，在山上，天气不好，每天有时候拍，有时候不拍。有一天他在山上，突然出现布农族的一个酋长之类、头目之类的，就直接跟他讲的：“哎，魏导，明天哦，会湖南呢，会下雨哦。”果然明天下大雨，不能拍戏。过了一个礼拜，他又去跟那个魏德胜魏导演说，明天除了下雨，还有暴风，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下冰雹。结果果然明天又是一样，跟那个七老讲的一模一样。结果魏德胜跟到隔壁旁边那个秘书说，这个布农族七老70-80岁，请他做我们顾问，一个月6-7万给他，告诉我们天气怎么样就好。哎，这个请他当顾问以后呢，他不是2个礼拜没有来，那个魏德胜很紧张，打电话说：“哎，叫他过来，来。”我都问他说：“哎，明天天气到底怎么样？明天我拍大戏，要一定要天气很好。”结果那个布农族祈祷跟他讲说：“魏导，我不知道呢。”魏导说：“怎么这样？”祈祷说：“因为我的收音机坏掉。”来那一直传统都是直接杀猪，而且我们的卡杜部落很多都是杀猪高手，杀不好的话猪会一直叫，就像刚才杀得好的话叫一声哦就毙命了，心脏啊。可是我妹妹哦，她嫁到9美，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说啊，我们妇女要洗肠子啦什么哦，结果不是呢，他们是杀好了，都杀好了直接送过来，那内脏是包好另外的。对，我们想说哎，这个是怎么杀的？所以电宰就已经把它杀好了。然后想问我们新义乡的我们的各位的同胞啊，哎，你们当初为什么会这个会变成这样？是为了卫生吗？还有我想问所有我们布农族的朋友，你们觉得我们是要做这种改变，还是说传统比较好？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传统这样子一起杀猪的感觉，蛮有乐趣的哦。所以在这个
就在这个疑问当中里面，我们来唱歌好吗？因为 我一直要找玛雅的那个笑点在哪里。原来是他是接待下一个，每一个传统都不一样。很难啊，你都。关系，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啊！愿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年事事都如意，谢谢，我们明年再见。65万元等你来拿哟！现在就上原始官网和脸书粉丝专页下载报名表，寄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或者来电报名洽询比赛的相关资讯。洽询专线是02-2630-1963，02-2630-1963。部落秀台原住民等你来站台。
mada dalahanai asatunitis bali mada lukisanai pala daukun wat imita iliskinan hai asato mahadang itu haba sangat mes aida itu nata masyal tu untuk han siapa hai ye pungadahun amin ka katu sipung tu opa isenci na muhumi sa mita mala ludunan wa lukisan dalahan hai imita isuhumis tu sindaimpos imita tu mala dengal imita isuhumis tu hayapun hai ingadah cha amin mai paladau kun suludunan paladau sul dalahan aida to mala dengal isintu batu antu batu sima makwatu bunun hai aida kadimanu na isya sutulutmu。春节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入口匝道封闭及高承载管制。2月13、14两日全日封闭国一浦沿及平镇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2月9日7点到12点国一国三南下。2月13、14两日9点到15点国一国三及14点到20点国五北上实施高承载管制。查询疏导措施及路况，请拨1968或上交通部网站。交通部祝您新年快乐。Bon na, petang saya tak ingat sengkeraya ka dekairas su. Mekela su lumengelung di, mangikan beak su. Mekela su lumengelung di ma.你看的呀树没啥发的生出来呀你不要打拼路段去的哟我们顿时也得打晒呀你打树马路把它过渡我是胖安今天我和我的好搭档小福在河边做一件很酷的事滚水然后消防员伯伯就出现了他说我们未满12岁放鞭炮要有大人陪同而且不能放像冲天炮这种飞行类的鞭炮结果爸妈被罚了好多钱所以我就糗了相关资讯要上消防署网站查询哦